嗱，佢系做呢条啦，咁呢条系 index 嘅题目啦，咁我哋可以睇翻，81其实就系3嘅四次方，27就系3嘅三次方。好啦，将呢两件事摆落去条公式度咯，咁所以咧就会发现乜嘢咧？三嘅四次方啦，嘅2n 加三次，然之后咧，三嘅三次方再 n 加一次。然后外边再嚟个二次方，好啦，跟住指数又乘埋佢咯，所以咧就变咗做三啦，8n 加12次，下边咧三乘咗 n 加一再乘二，咁可以调转次序，先乘咗个二先，变咗六，六再乘 n 加一，咁就三嘅6n 加6次，好啦，最后就会做一个减数啦。咁啊，8n 减 6n 就系 2n 啦，12减6就系6啦。咁呢个就系答案啦。咁我可以圈翻答案 B 啦。